最原始的那尊尊王是那个姬生他们家原本拜的家神，那大概是300年前，不知道是雍正还是乾隆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们的祖先渡海来台的时候，顺便把那尊家神请过来的，啊，一直奉祀到差不多大约13、14年前左右吧，就是家里的神突然有指示说要出来发挥，要来救世，啊，所以大约13、14年前就开始在他们的老家，是一个三合院，哦，在大安的小乡村里面，就开始有了这个救世的这个出现，就慢慢，他信徒就慢慢增加，一个接一个来。我们这间庙说起来有一点比较奇妙的地方在于，就是说原本尊王是在5年前的那一年的前一年过年后才点地了，然后12月是说这块是要开始动，然后正月的时候就有一个动土的仪式，有烧很多金纸。我们尊王一直以来所发的愿，就是大慈大悲的愿力，以及利益众生的宏愿。那广目莲慈善会也是秉持着利益众生的宏愿为宗旨，那也是希望能够招募更多有心人士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好，然后人人都能够当尊王的小法身，当尊王的眼睛，当尊王的手，尊王的脚，同时去关怀社会上真正需要关怀的人。当官虽然不满足，功德尊荣